谁能想到眼前这个行将就木的老者，曾经是叱咤风云的武林公敌，七年前虽不曾作恶，但因其修炼魔功便遭到一众名门正派联手围杀，九死一生，斩杀上百武林高手，本已逃过一劫，可还是败在了剑神韩浩的太岳武清风之下。并受丹田绝脉之痛，关在华山状月峰囚牢内忏悔。华山掌门还慈宗为每日前念道，只为其早日洗刷内心罪孽，幡然醒悟。就这样白驹过隙，时光荏苒，十年时光弹指一挥，杨氏早已退却青涩，寸断经脉虽恢复如初，但丹田已损，想要恢复却无力回天。20年后，华山掌门仙逝，杨氏也白发苍苍，早已老去，可却从未想过求饶，只为等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。负责看守之人也越来越年轻，杨氏也被人们慢慢忘却在历史长河中。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，日升月落，春去秋来，杨氏已然在这洞穴内苟延残喘百年。一日，有孩童来给他送吃的，问他是谁，杨氏幡然醒悟，自己可是杨氏，是打败众多武林高手，人人闻之色变的恶魔君主杨氏。然而眼前志同却未知巨也，还激动地询问是否很厉害。闻言老者怔怔出神，看样子无人提起，终被人遗忘。据孩童讲述才知道，他只是被通知前来照看，到底是何人并没人知道。这一消息如平地惊雷，让杨氏无法平息。如果你们都忘记了我，其存意复何在？西剑神现何处？曾经华山掌门的废话仍历历在目。此时杨氏回想起，好似句句真言，如醍醐灌顶，久久不能自已。百年洞中生活，有岁月，有天地，有轮回，原来只有真的与自己和解，才能战胜自己，战胜心魔。下一刻，他竟不自觉地开始运转魔功，浩瀚宇宙斗转星移，魔功运转越来越快，似乎想要将整片宇宙吞噬进去一般。杨氏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恢复了丹田，只觉得一股暖流在自己的身体里流淌，就像是他身体里的一颗心脏在不断的破碎和重生，而且似乎已经痊愈了，里面还有一种淡淡的能量在缓缓流转。杨氏顿时想起了那股熟悉的气息，正是魔功。看着自己返老还童的身躯，怔怔出神。另一边的小孩正抱着今天的午饭送来，当他看清杨氏的面容时，也不免有些惊奇，明明昨天还是爷爷，今天就变伯伯了。然而童真少年毕竟年仅14岁，却并未多想，只是自顾自开心的拿起包子喊杨氏快去吃。多年来尘封的心好似也被少年撬开，杨氏沉声道，你叫什么？男孩则笑嘻嘻的答道，我名叫金木。见其无人教导，怕走上弯路，便悉心教其为人。杨氏虽练魔功，可绝非恶人。少年也将杨氏当作在此闭关高人，当即磕头拜师。这一通操作让杨氏一脸懵逼，毕竟哪有闭关之人还将自己囚禁起来。随着少年哐哐哐的磕起头来，杨氏无奈之下被迫迎命。这个世界真神奇，魔尊给华山弟子以为师。由少年愚钝，并没有被名师选中，遂连道号都不曾拥有，而杨氏却并没有教其魔功。终不遇金木行其老路，深思熟虑之后，只教导其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。在少年懵懂稚气时带来了希望，并将永远铭录于心。几日后，男孩竟前来辞别，原来是要随南山宫之人离去，临行前来请求老师再次教导。杨氏虽有不舍，但是毕竟活了几百年，告知其必勤于他人也，要持谦虚锻炼自控之力，恐怕走其老路。看少年离去背影，杨氏不知这一别将数十年，上天似不忍杨氏继续关在这里，遂降雷雨将困其山峰直接炸毁。杨氏终出于世，早为华山所望的他也可重新生活。不知道其离去金木是否想起，春去秋来，日月更替，金木俨然成为了华山掌教。此时手下弟子忙慌来报，盖不知华山一峰竟冒黑烟，虽地势偏远，但却属华山范围。金木一惊，此不正是当年师尊教导其峰？虽不等众人有所反应，便施展轻功向山顶疾驰而去。因当年一别之后，他于第二天就被南山宫带走，还不曾与师尊道别的他，铭记当年教会日夜兼修不曾停歇，终不懈努力之后功法大成。可当他再次回到华山之时，发现当年的山峰早已被夷为平地，在悲痛之下给师尊磕头拜别后，便靠着师尊教诲，比之别人更甚之努力，终在不知不觉中成就华山掌教。然此处正是他梦开始的地方，虽有50余年并未前来，可登顶之后的金木蓦然一惊，因远处树下那熟悉的身形，除了他的师尊还有谁？而远处那人似从未离去，不及多想，便磕头拜师。原来师尊他一直活着，而且一直在这里。杨氏轻拍金木肩膀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多年不见你已然长大。这时华山众弟子终于赶来，他们惊讶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掌教居然跪拜在前面。金木擦干眼泪站起沉声道，还不快来拜见我的师尊，今后他就是华山大长老。可人们都惊于眼前大长老太年轻了，金木像回到了几十年前一样开心，我的师尊可是为我指明了道路。不管众人的反应，师尊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吗？杨氏无奈到现在金木这老小子竟还将我当作前修的华山长老，如果承认我金魔君，怕他们会当场对我出手吗？这时候杨氏脑子一抽，随口说出，我们
名乃韩浩。可话音刚落，他就后悔了，为什么偏偏说出了仇人的名字？而此时的华山弟子早已跪倒在地，纷纷振臂高呼华山剑神唐昊。杨世安还想解释，却发现金木正满脸崇拜地看着自己，这下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不久后，金木召集了所有华山弟子，并让杨世安为他们指点几句，就像你从前教导我的一样。可此时的杨世安已经满头黑线，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跟过来，并且自己一个魔头又该如何指导华山弟子。没想到金木竟当即弯腰请求，杨世安没有办法，只好随口敷衍一句，不曾想却引起了一片欢呼。长老们更是不顾形象，老泪纵横，就好像是曾经追随自己的魔教徒一般。原以为事情到这就结束了，可没想到金木又让他传授弟子们武功，杨世安怎么可能答应？他根本就不会华山的武功，更别说传授别人了。可没想到金木又是一通弯腰恳求，并表示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因为你，是你在逆境时为我指明了方向，我希望华山派能在你的指导下前行。这番话也令他想起了曾经的点点滴滴。没办法，杨世安只能来到藏书阁内研究起了华山的武功绝学。可很快他就傻眼了，华山派的武功心法多如牛毛，这得学到什么时候去？杨世安只能先从入门心法开始学起。可随着内力在他周身运转开来，却突然感到喉头一甜，下一秒直接一口老血喷了出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是体内的魔功与心法产生冲突了吗？可杨世安却不想就此放弃，于是他一边运行华山心法，一边又用魔功为自己疗伤，如此反复整整练了一夜，没想到竟然意外的有效。可他的身体却也因此疲惫不堪，就连他也不禁开始佩服自己。天亮后，杨世安来到青崖院内，孩子们见到剑神纷纷围了上来，看着他们崇拜的目光，杨世安疲惫的心这才得到一丝解脱。可突然孩子们纷纷举起了手，表示想听剑神打败魔头杨世安的故事，这让他当场就石化了。没等他说话，孩子们就七嘴八舌讨论起来，有说唐昊仅用一根手指就戳死了魔头的，有说魔头是被丢进粪坑淹死的，更有甚者还说起了魔头的恶行，不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更是杀害了无数平民百姓。杨世安听得咬牙切齿，却又不敢出言反驳，只能被迫承认自己一掌拍死了魔头。唐昊这个可恶的家伙到底是如何教导他的后人的？随后杨世安又来到了一代弟子们修炼的地方，为了防止他们再问刚才那种问题，杨世安决定先下手为强。他随机挑选了一名弟子，并从他口中得知了当今武林的局势。如今的天下第一高手是龙天庄的严庆山，而武林盟与天邪盟早已分裂，魔教也消失在了江湖中。这个消息令他大为震惊，要知道武林向来是正邪魔三足鼎立，从未有过如今这种情况。而接下来的消息更是令他震惊不已，华山掌门为了不被卷入世俗的斗争，竟然决定不再加入任何联盟，间接导致了华山这些年的没落。深夜，杨世安迟迟没有睡下，他实在不敢相信曾经天下第一的华山剑宗如今竟然成了这般模样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华山掌门金木的身体愈发虚弱，这天竟然昏倒在床。得知此事后，杨世安连忙赶了过去，发现金木的情况不容乐观，因为年事过高而导致的体衰。杨世安想用魔功为他疗伤，可金木的内力纯真无比，这样做只会加害于他。杨世安只能静静地守在床边，直到深夜金木方才醒来。杨世安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他生气地责问金木，身为掌门你为何不好好保重身体？金木虚弱地表示了歉意，可能是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，他拜托杨世安帮自己一个忙，那就是照顾好华山的弟子们。杨世安心中五味杂陈，只能告诉金木一切都会好的。第二天，杨世安便找到掌管财务的长老，这才知道如今的华山根本没有收入，并且华山的外门弟子也是寥寥无几。这个消息令杨世安一时有些难以接受，华山派怎么可能穷到这个地步？他当即下令召回所有的外门弟子，却被告知如今的华山早已不是从前，就算传信出去他们也未必就愿意回来。这话听得杨世安气不打一处来，那就告诉他们百年前的华山剑神唐昊要见他们。他是百年前叱咤风云的魔头，而今却被错当成了华山剑神，被迫担起了重振华山的重任。就在掌门金木病倒以后，杨世安便将自己锁在藏书阁中，每日研究华山派的武功心法。可这些秘籍不是需要废寝忘食修炼40年，就是劝你欲速则不达的，以至于杨世安在藏书阁内待了整整五天，也未能取得任何成果，气得他当即破口大骂。随后他决定去青崖院看看孩子们，或许能让自己这疲惫的心得到一丝安慰。可来到此处才发现连个人影都没有，抱着疑问杨世安走进内院，原来他们正在修炼基础心法。看着他们个个心不在焉的样子，杨世安不禁长叹一口气，既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强迫自己去修炼又有何用呢？之后杨世安又观摩了三代弟子修炼，其中同样有着许多的问题，虽然他们练的都是华山常见的剑法，但并非是三代弟子所该学习的水平。而接下来的训练更是令他震惊，只见弟子们摆出了七星剑阵，但其中却没有一丝攻击性，取而代之的只剩下了防御。杨世安彻底失望了，看着如今一落千丈的华山派，杨世安在心中暗暗做了一个决定，那就是让华山派重现昔日辉
辉煌。就在杨世安下山之际，却发现一名少年正独自修炼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悄悄观摩了一回，发现少年的无影拳虽然打得不错，但与步伐的配合极不协调，以至于他总是会在修炼时摔跤。于是杨世安没忍住上前指点了几句，可少年却表示自己这并非是无影拳，而是无影拳与梅花散手的结合。因为这两个功法特别帅，所以他就想着把两者结合，创造出一种新的拳法。这可把杨世安给气得够呛，你以为你是剑什么？只有专注于一门武功的修炼，你才能彻底将它掌握。就是因为你同时修炼两种武功，你的步伐才会乱作一团。闻言少年恍然大悟，我怎么没想到是步伐出问题了呢？杨世安还想再继续反驳，却好像突然想到什么，留下一句好好修炼后便转身离去。可没走多远又转过头来，小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张平，是二代弟子。杨世安伸手指了指少年，我记住你了。几天后，杨世安来到青崖院内，并叫来了张平与一代弟子搬运，随后用树枝在地上画出了一个奇怪的图案，紧接着施展轻功纵身一跃。刚刚还满脸期待的孩子们看见这一幕顿时面色阴沉，这也太简单了吧。可杨世安却神秘一笑，看好了，如果做得好就会变成这样。说罢便再次施展轻功，以极快的速度穿过了地上的图案。孩子们见状都是震惊不已，纷纷举手表示想学这个。而杨世安把方法告诉他们后，便来到张平与班云的身边。能看出什么吗？张平看得一头雾水，而班云却看出了端倪，这似乎是本派的七星迷踪步，但其中的心法我有所不知。闻言杨世安满脸得意，这便是力强64功，使用该心法快速移动时会同时聚集内力以及外力，但此心法早在数十年前便被华山所遗忘。班云有些不解，华山有那么多强大的心法，为何偏偏给我们看64功呢？那些需要时间累积的心法就是你所谓的强大心法，你打算让他们也修炼40年吗？百年前武林曾有五位绝顶高手，虽然他们之间并无联系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，他们在习得绝世功法之前所用的心法都是64功，而我所让他们学的七星迷踪步便是以八卦作为基础，隐藏了64种变化。孩子们根据地上的线条以及图案，呼吸便会随着每次的运动而改变，走完一次正好是64次呼吸。这便是杨世安在喷了无数次血后总结出来的方法。之后杨世安又来到三代弟子们训练的地方，他找来大师兄杨小虎，并把他拉到一旁，在指点了他几句后，便告诉在场的弟子，现在大师兄要传授你们新学的剑术。此话一落，场内顿时一片哗然，任谁也不敢相信这短短几分钟内大师兄能够学会一招剑法。杨世安早就料到他们不肯相信，所以他特地找来了一代弟子搬运，既然这样，那你和杨小虎比试一下吧。这是一场备受瞩目的战斗，华山三代弟子越阶挑战一代弟子，这一消息很快在华山派内传开，甚至就连长老们也不禁亲自前来观摩。双方的战斗一触即发，一代弟子班云率先发起攻势，一式流星剑法瞬间压得对手无法喘息，但也仅是片刻，杨小虎便迅速调转身形，以雷霆万钧之势挥出一剑。班云堪堪提剑挡下，却发现自己的节奏已经被他打乱，根本难以反击。刀光剑影间，双方再次交手数招，班云终于看出了其中的端倪，可正当他要反击时，却发现眼前的杨小虎早已不见，此刻已然提剑来到头顶。这一幕不仅惊呆了班云，甚至就连台下的长老都面露震惊，这分明就是地堂剑法，乃是外门弟子所用，但怎会拥有如此威力？莫非这孩子是个剑术奇才吗？而此时班云决定不再留手，抬手间数道剑气喷涌而出，杨小虎瞬间落入下风。他深知这样下去必败无疑，必须得做点什么。比试前杨世安曾与他说过，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时，就不停与他周旋，只要坚持下去自然会有方法。杨小虎的眼角闪过一抹坚毅，双脚猛然踏地，扬起一阵沙土，紧接着纵身一跃而上，双方再次战作一团。不曾想杨小虎的剑越来越快，此刻竟连班云也难以招架，台下的师兄弟们震惊不已，这怎么可能，三代弟子竟能让一代弟子落入下风，似乎是感到丢了面子。班云竟开始往剑身注入内力，接着毁天灭地般一剑挥出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杨世安瞬间挡在二人身前，阻止了这一剑的落下。在称赞了杨小虎一番后，杨世安转头望向班云，你就那么想赢一个孩子吗？还是说你本就如此狭隘？之后的几天内，杨世安又将自己所改善的剑法分别传授给了三代与二代弟子们，而效果也是出奇的有效，甚至有二代弟子在得到指点后，竟然在基础剑法的比试中打败了长老。这个消息瞬间震惊了整个华山，弟子们都不由对杨世安感到敬佩，并将他的剑术称之为剑神武。这可把杨世安给气得够呛，明明是自己这么辛苦，好处却全让剑神唐昊那个家伙给占了。华山在杨世安的影响下悄然变化，可一代弟子们却犯起了愁，因为他指点了所有弟子，却唯独没有指点过一代弟子们，莫非是把我们给忘了吗？而就在不久后，杨世安便召集了所有的一代弟子，但如今的华山早已不复从前，一代弟子的数量竟然只有区区12名。杨世安长叹一口气，我知道你们也想得到我的指点，但你们是华山的精锐梅花剑客，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言，就算是无路可走，你们也不能放弃梅花剑术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将辞去所有的职务并前往霆锋谷，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忘记一切静心修炼，当然我每晚都会前去视察。此话一落，弟子们纷纷高兴不已，因为这意味着能够得到剑神的指点。
而杨世安则露出了一抹邪笑，终于能施展一下身体了。几天后，华山派内聚集了浩浩荡荡的人马，他们都曾是华山附属门派的弟子，此番前来正是收到了杨世安的信。而这时杨世安出现在了台上，顿时惊得众人目瞪口呆，剑神唐昊真的还活着？不会要我们再次宣誓效忠华山吧？杨世安当然不会干这种事情，他开门见山的表示，如今华山穷困潦倒，叫你们过来就是为了要钱。此话一出，弟子们也不管你是不是剑神了，扯着嗓子就是一通臭骂，毕竟他们来自江湖各处，无不是经过了舟车劳顿才来到华山，如今给出这样的理由怎能不气愤。而杨世安既然能叫他们过来，自然也是做足了准备。武林是个极其凶险的地方，想要生存下去并非一时，既然你们靠着华山的武功谋生，理当要付出一些代价，当然你们不给也是可以的，但得把你们从华山拿走的东西留下。杨世安的意思很明显，不交钱就废你武功，可让武者放弃武功显然是天方夜谭。这时便有一名男子站了出来，如今的华山果真是厚颜无耻，我什么也不会留下，你又能奈我何？说罢便带着一众门徒转身离去，可没走多远就见他凌空而起，接着身上光芒乍现，扑通一声倒在了血泊之中。我说过你可以走了吗？百米开外废人武功，这一幕顿时吓坏了一众弟子，只能乖乖排队交钱，生怕下一个被废的就是自己。可雪梅山庄的两兄弟却耍起了心眼，因为他们认为一旦交钱，华山便会源源不断的索取，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应对方法，那就是写一份协议，等我们离开华山，他再想要钱那就得看我们答不答应。可他们还是小瞧了杨世安，他才不相信兄弟俩的协议，当即决定留下两人，等什么时候钱送过来了，你们再离开华山。杨世安没有理会两人的抗议，直接叫来了下一位外门弟子，是一个看似凶残无比的壮汉，来自杭州的一星武馆，而他不仅十分礼貌，并且上来就捐赠了200两银子，这令杨世安察觉到了异样，一个小小的武馆出手怎会如此阔绰？于是在他准备离开时，杨世安把他也给留了下来。而此时的霹雳堂主猛然惊醒，在意识到自己的武功被废后，他当即一脚踹开了房门，准备去找杨世安要个说法，可一进门他就后悔了，因为他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威压，是绝非自己能够招惹的存在，吓得他双腿一软跪倒在地，竟然当场磕起了响头。杨世安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你也留下，在我允许你离开之前都不准走。而此时只剩下了一位女子，乃是白莲教的圣女白素雅，她早就对华山有所不满，所以她决定直接与华山断绝关系。可还没等她开口，杨世安便决定要把她给留下，气得白素雅火冒三丈，可她亲眼见识过杨世安的手段，也只能暂且忍气吞声。不久后，杨世安把留下的外门弟子聚在了一起，刚进门就有一名女子凑了上来，一脸谄媚地请求杨世安放自己离开，并表示自己是宝华庄的千金，只要回去后便会为华山献上300两黄金。可即便如此，她还是遭到了拒绝，顿时气得他火冒三丈，转身就要离开这里，可没走多远就摔了个狗吃屎。杨世安露出一抹邪笑，我劝你还是老实留下吧。随后杨世安把众人带到了院内，他捡起一块石头交给张平，令他使出全力扔向远处。而在张平全力丢出石头后，杨世安的身影猛然消失，下一秒又握着石头出现在了原地。这一幕看得众人震惊不已，竟然是移形换位。如果你们觉得能比我快，那就试一试，否则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。而另一边，一代弟子们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，此时神经已经变得异常敏感，稍有风吹草动都会被吓得直冒冷汗。见识前来送饭的张平，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原来杨世安每晚都会挑选一名弟子指导剑术，可他们哪里是杨世安的对手，每次对练都是被他一顿胖揍。张平告诉他们大长老可能不会过来，毕竟他最近忙着招待外门弟子，根本没有空余的时间。众人闻言这才露出微笑，终于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了。可突然身后传来一道声音，你们一定等我很久了吧，今天晚上轮到谁了？不久后，三名弟子坐在篝火边上，庆幸着自己没有被选中，耳边还时不时传来师弟的惨叫声。这时班云突然开口打破沉默，不知为何我总觉得有点奇怪，虽然大长老在使用木棍时我们无法抗衡，可他在使用木剑或使用梅花剑法时总是会露出很多的破绽，所以我有个猜测，该不会是大长老根本就不会梅花剑吧。这番话很快便遭到了师兄的否认，他认为大长老肯定是故意露出破绽，以此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。可班云却不这么认为，毕竟大长老绝不是一个宽容的人。就在几人谈话间，师弟却突然出现在身后，你们是在开玩笑吗？堂堂华山剑神怎么可能不会梅花剑？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杨世安还真不会梅花剑，毕竟他本就不是剑神唐昊。不过好在他经过无数次的吐血，已经成功掌握了华山入门心法，彻底掌握梅花剑也只是时间问题。而此时的华山派内，雪梅山庄的小红被打得飞出房门，而出手之人正是他的亲哥。小红伸手擦了擦嘴角的血迹，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，想要趁着父亲不在除掉我这个眼中钉吗？这番话令小兰有些不知所措，为什么你每次吵架都有这种想法？而小红则露出了一抹邪笑，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十岁那年，有一个人向父亲告密说我打碎了他心爱的花瓶，可那根本就不是我干的，而我却因此被禁止在五年内参观宗主阁。在这五年内我被所有人孤立，甚至就连父亲都讨厌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那个告密的人就是你。
为了能够更早习得家族武功，所以才设计陷害于我。闻言小兰也是怒上心头，一切都是你的错，是你从小就想超越我，想给父亲留下好印象，但我才是雪梅山庄的长子，我才是下一任庄主，谁也别想抢走我的东西。双方各执一词，再次吵了起来。此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，可就在他们要动手时，却有一道身影疾驰而来，瞬间就把两兄弟给控制住。是不是因为我太客气了，你们才会如此放肆？说着杨世安把两人狠狠砸向地面。或许你们应该试着和睦相处，我已经封闭了你们的穴位，你们其中一个不能使用下半身，另一个则不能使用上半身。他本是白莲教的圣女，拥有江湖同盟无数，其势力更是远超如今的华山，却遭到剑神唐昊威胁，被迫留在华山无法离开，只因他们曾是华山的外门弟子，门内绝学玉女剑法更是来自华山。可他却不以为然，因为白莲教的绝学早已失传，并且如今的华山落魄不堪，随便一个门派都比华山强大。于是他决定亲自去与掌门面谈，若是不让自己离开，那只能率领门徒杀上华山了。这时远处一阵打斗声吸引了他的注意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爬上墙头，发现声音来自宁静宫，在华山的鼎盛时期，这里与少林的罗汉堂以及武当的真武功齐名，而院中那位长者想必便是宁静公主，华山武功最强之人青影。此时他正与几名弟子比试剑术，只见他手捏剑诀，剑气纵横，刀光剑影间，两名弟子倒飞出去，可仅仅片刻，他们便调转身形再次袭来。青影冷哼一声，这样的剑术根本不行，说着他挥动长剑，两位弟子瞬间被震出数米，可他们仍旧不甘示弱，提起长剑纵身来到头顶，在几人的通力配合下，竟然真的令青影吃到了瘪。这一幕看得白素雅震惊不已，她不敢相信二代弟子竟能让青影落入下风，不过他们所用的似乎不是华山剑法。这时青影暴喝一声，你们这是耍流氓，说着他周身气势突变，顿时吓得几名弟子面色铁青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这时他们想起杨世安曾说过的话，当你们与强大的敌人交手时，应当避免与对手正面交锋，所以你们要做的就是拉开距离，尽可能去迷惑你们的对手。想到这，他们再次有了希望，纷纷全力扔出手中长剑。在青影起手格挡的瞬间，几位弟子蜂拥而上，赤手空拳对着青影一顿暴揍。这一幕差点把白素雅的下巴惊掉，原来他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弱，是我们看错了华山。而另一边，碧心武馆的少主正在四处闲逛，他已经厌倦了待在华山的日子，他发誓华山若是在挑战自己的底线，那他一定会带着兄弟杀上华山。毕竟他还有着一个秘密身份，那就是天青团的少主血豹，乃是杭州最强的地下组织。这时一阵嬉戏声打断了他的思绪，原来是青崖院的孩子们天才刚亮就已经开始玩耍，这样的华山有什么未来可言？可当他凝神一看，这才发现孩子们的速度极快，周身还时不时有内力若隐若现。于是他不禁叫住一名孩子询问，这才得知他们并非是在玩耍，而是在修炼心法64功。雪豹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于是便把手搭在孩子的肩上，发现他的内力竟然无比浑厚，根本不是一个孩子所该拥有的内力。雪豹顿时被惊得说不出话，这怎么可能？而华山经过这段时间的募捐，已然拥有了不少的财富，这令掌管财政的王长老兴奋不已，因为华山终于可以取得真正的进展。首先要换掉弟子们的衣服，然后修整破烂不堪的道观以及楼梯，接着为附近的村民们送去粮食，让他们宣扬华山的伟大。杨世安有些无语，这样下去多少钱都不够你花的。恰巧这时宝花庄的华素素路过，杨世安顿时就有了主意，他当即把华素素叫到跟前，并表示如果你能帮华山的财富增加，那我就可以考虑放你离开，毕竟你来自天下三大商团之一，这种小事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吧。不料华素素却当场暴怒，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，而且你们华山不只是穷，是超级穷，就连路过的乞丐都要吐口唾沫再走。杨世安冷哼一声，你可以不做，但我至少还能再活几十年，在这期间我会一直盯着你。无奈之下，华素素也只能同意，但他也提出了一个要求，那就是需要增加多少财富必须说清楚。杨世安也不知道要多少，于是便随口说了句2倍，没想到华素素竟然轻松答应。杨世安见状连忙改变说辞，不对，是5倍。华素素依旧轻松答应，这可把杨世安整不会了。于是在一番沉思后，他又改成了10倍，这可把华素素气得不轻，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。不过他才不相信杨世安的口头承诺，于是便从怀中掏出一份契约，并让杨世安签下。不久后，华素素一脸兴奋地拿着契约离开，脸上还露出了一抹邪笑，把华山的钱翻10倍再轻松不过，毕竟他们本就穷困潦倒，实在不行我再让父亲赞助一点。而杨世安同样一脸坏笑，这至少够他在华山工作2年半的。他曾是名震江湖的华山第一剑，却被掌门亲手逐出华山，只因他对剑术无比痴迷，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，并且他待人十分冷漠，有时甚至好几年都不曾开口说话，一心只想着如何练剑。华山掌门为了让他做出改变，于是便为他收养了一个弃婴，试图以此让他放下心中的执念。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他对收养的孩子根本不管不顾，最终还是在长老们的抚养下，那名孩子才能长大成人。原以为事情到此就已结束，可没想到突然有一天，他在修炼梅花剑时走火入魔，竟然开始
对同门拔剑相向。那一战无数同门在他手中殒命，虽然他最终被几大长老联手制服，可华山也因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。之后他被废掉丹田，逐出华山，可即便这样他也未曾开口说话。直到离开华山时，他才怒吼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华山，之后便再没人知道他的去向。听完这些，杨世安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，若是自己当年没被关在华山，或许也会走上与他同样的道路。但事情到这还没结束，他曾经收养的那名孩子因此遭到了孤立，与他同岁的孩子们开始有意躲着他，而他也清楚其中的原因。于是在孩子们一起玩耍时，他总是会远远地躲在一旁观看，而那个孩子便是二代弟子张平。杨世安猛然醒悟，怪不得他总是独自一人修炼，就连吃饭也是等别人吃完了再去，但他却仍旧十分乐观，从来没有抱怨过这一切。杨世安不禁有些同情张平，这明明就不是你的错，却因此背负了一切。杨世安来到藏书阁内，找到了梅花散手以及无影拳，或许我能试着帮你实现这个愿望。而另一边，雪梅山庄的两兄弟被封闭穴位后，一个上半身不能动弹，另一个则下半身不能动弹，可即便如此，他们依旧谁也不服谁。可突然一股莫名的尿意袭来，两兄弟相视无言，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互扶持一把，但他们也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于是便当即找到杨世安承认错误，并表示再也不会打架了。杨世安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伎俩，既然你们意识到兄弟间的感情了，那就再试着相处一段时间吧。这可把两兄弟气坏了，又开始互相怪罪，没过多久又打成了一团。不久后，两位长老找到杨世安，并表示北剑联送来了一封招揽信，他们是一个为了对抗龙天庄而建立的联盟，如今已经成为武林顶级势力之一，而华山已经很久没与武林接轨，恰巧这次北剑联派出剑圣的弟子前来，已经足以证明他们的诚意，所以几位长老都十分珍惜这次机会，此时已然准备前去山门迎接，可杨世安却表示此事由他来处理，这可把两位长老吓得不轻，毕竟他们都知道杨世安的手段，可他们也不敢无视剑神的命令，只能带杨世安去见信使。不久后，信使怒气冲冲地走出山门，表示自己被一个老头给赶了出来，这可把北剑联的弟子们气得不轻，区区华山竟敢如此造次，这简直就是在侮辱剑圣本人。于是他们向剑圣的弟子天龙剑汇报了此事，不料他听完却当即捧腹大笑，想必那个老头就是传说中的剑神唐昊吧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明日亲自前去拜访吧。而另一边，蓝刀盟也来到了华山附近，他们捣毁了一个北剑联的门派，此时正升起篝火准备过夜。突然吕阳宗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，这令司马红乐有些疑惑，可他却露出一抹笑意，表示是自己想多了。而此时正有一名老者躲在暗处，似乎是意识到自己暴露了，他开始在丛林中狂奔。为什么南刀盟的副盟主会出现在这里？就连北剑联也派出了天龙剑。老者飞速写下一封信，并绑在信鸽上放飞，必须把此事汇报给龙天庄。第二天，杨世安便把白素雅与雪豹带到了山门，这令两人兴奋不已，还以为终于能够离开华山了，可得到的回应却是留在这里看门。不久后，北剑联的人马来到了华山附近，他们派出手下送去拜帖，可还没过多久，那名手下便原路返回，表示自己遭到了拒绝。闻言，张江玉面色一沉，显然已经气愤到了极点，玄武剑也看出了这点，于是便请命亲自前去一趟。然而张江玉还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没过多久便率领手下前往华山，可当他们来到山门，却发现玄武剑已经倒在了地上。就在众人打算上前查看时，身后却出现了一道身影。我说过让你们别来，张江玉径直来到杨世安的面前，正欲开口说话，身后却再次出现了一队人马，是南刀盟的人，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双方几乎是同时生出疑问，而霸刀吕阳宗在看见地上的玄武剑时，不由感到一阵疑惑，北剑联的四大剑之一，他怎么会倒在地上？但吕阳宗的头可不是一般的挺，他径直来到杨世安的面前，回去告诉你们的掌门，南刀盟的副盟主要见华山剑神，见杨世安不为所动，他竟然开始出言辱骂，可突然一股强大的压迫袭来，小鬼，你的长辈没教过你什么是礼貌吗？这一幕把吕阳宗吓得不轻，右手不自觉地握住了刀柄，你找死吗？你可以试试看，但在你拔刀的瞬间，你会死在我的手上。说着一股强大的气息喷涌而出，众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，就连几大高手此时也面露震惊，而霸刀吕阳宗最终还是没有勇气拔刀，双方的气氛一时凝滞到了冰点。好在这时长老们及时赶到，在安抚了杨世安的情绪后，他们把双方的人马请回了华山，并盛情地款待了他们。可就在他们用餐完毕准备休息时，月影刀却突然一口鲜血喷涌而出，手下连忙将他送回屋内休息。而吕阳宗在回到房间后，看着不停颤抖的双手陷入了沉思，这肯定是剑神那个家伙搞的鬼。殊不知此时正有一股气息缓缓朝他靠近，他自诩一代刀皇天下无双，却被男人一个眼神吓到浑身颤抖，更是连拔刀的勇气都没有，而他也因此产生了心魔，脑海中不断萦绕着杨世安威胁的话。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五天，虽然最终心魔成功被他压制，但也彻底让他埋下了复仇的种子。
恰巧这时一阵吵闹声吸引了他的注意，走近一看才发现是霹雳堂的人马，他们是官府的走狗，常常仗着权势横行霸道，但这群家伙为何会出现在华山？在一旁观摩了一会，他才知道原来他们被剑神强行留下，此刻正商议着如何逃离华山。吕阳宗露出一抹邪笑，心中顿时就有了主意，于是他当即找到霹雳堂主杨忠，说明了自己的计划。闻言杨忠也是会心一笑，当场就答应了下来。而另一边，北剑连的天龙剑同样受到了影响，自从来到华山后，他便一直卧床不起，此刻更是一口鲜血喷涌而出，这一幕吓坏了一众手下，毕竟自家公子和气强大，如今这种情况他们还从未见过。于是天才微亮，北剑连的人马就匆匆离开了华山。可就在这时，张江玉却突然倒在了地上，伴随着一阵抽搐过后，他的身体竟然开始渐渐恢复，这也让玄武剑心生疑惑。他知道此事并非偶然，自家公子之所以卧床不起，都是因为受到剑神的气势影响，如今方才踏出山门，他的情况就有所好转。此时一个可怕的想法在他心中萌生，难道剑神的气势已经强大到覆盖了整个华山吗？这天华山收到了西安城主的亲笔邀请函，说是圣上听说了华山剑神重新现世，故邀掌门讨教长生之道，这本应是华山的荣幸，可杨世安却当场暴怒，因为掌门金木重病不起，根本不能轻易离开华山，不如由我代替掌门前去，反正长生之道我再清楚不过，可圣上点名要见掌门，又怎能轻易违抗圣命？没办法，杨世安只能把长老们全部带上，这样似乎还能说得过去。临走前他还带上了留在华山的外门弟子，防止他们趁着自己不再偷偷溜走。于是在经过半天的奔波后，众人终于赶到了西安府内，城主热情地接待了他们，可得到的消息却是邀请他们的并非圣上，而是西安城主本人。这一消息顿时令杨世安怒火中烧，我差点就把整个华山给搬过来了，你却告诉我这不是圣上的旨意。城主连忙表达了歉意，并表示自己刚从霹雳堂主那得知剑神的消息时就已经禀告了圣上，只需在此停留几天便能见到圣上本人。杨世安的脸上顿时浮出一抹金色，霹雳堂主，自己怎么唯独忘了那个家伙？而此时的华山脚下，大批南刀盟的人马集结在此，为首的吕阳忠露出一抹邪笑，随即猛地一刀挥出，华山的牌坊瞬间就被轰成了残渣，接着大批南刀盟的人马涌进华山。而此时的青崖院内，孩子们正在欢快地玩耍，丝毫不知危险正悄悄靠近，直到他们被南刀盟的人马围住，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。可就在他们缓缓靠近时，却有一名年长的孩子站了出来，大家退后。这一幕直接就惹毛了刀客，猛地一刀朝他劈去，可眼前的孩子却突然消失，瞬间就出现在了不远处。见状吕阳宗也不再留手，当即示意手下们全部出动，围剿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。随后吕阳宗来到二代弟子们修炼的地方，不由分说便出手将大师兄打成重伤。弟子们见状当场就愣住了，他们虽然个个身手不凡，但何时见过这样的场面？好在大师兄的意识还算清醒，他迅速集结了所有弟子，并嘱咐一队人马前去青崖院保护孩子，其余人马留下对付敌人。这一幕不禁令吕阳宗嗤笑出声，对付你们这群小鬼，我连一成功力都不需要。随即一股恐怖的气势喷涌而出，可面对如此强大的压迫，众人却未曾后退半分，他们迅速集结剑阵，数十道剑气瞬间呼啸而来。吕阳宗轻蔑一笑，不过是小孩子把戏罢了，说着一道暗红色的刀气挥出，脸上已然露出了势在必得的神情。可突然一名弟子斩破刀气，手中长剑迎面刺来，周围的弟子们也纷纷调转内力，凌空驾驭长剑朝他刺去。吕阳宗略显惊讶，虚空御剑，华山弟子何时有了此般实力？看来我得拿出点真本事了。华山在南刀盟的袭击下，此时已然成为人间炼狱，处处都是绝望的惨叫声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弟子尚在坚持，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他们的坚持也不过就是个笑话。大师兄不停地激励着弟子们，只要撑到师叔们回来，我们就有救了。闻言吕阳宗仰头大笑，放心吧，等我杀了你们就送他们下去和你们团聚。说着一股霸道的气息爆射而出，眼看大师兄就要命丧于此，却有一柄长剑凌空而来，瞬间就将这股气息化解，而来人正是二代弟子张平。这群自诩名门的江湖侠客，却专行烧杀抢掠之事，更是仅仅因为无聊便随手屠灭了一个门派。可身为副盟主的刀皇，却被剑神的气势吓到屁滚尿流，他迟迟咽不下这口恶气，于是便趁着长老们外出时率领手下攻进了华山。此刻华山弟子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，他们虽然个个身手不凡，但在刀皇的绝对实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就在刀皇准备痛下杀手时，却有一道身影猛然出现，他手持长剑挡在刀皇面前，虽然一言不发，但意思却十分明显，要杀他们先踏过我的尸体。刀皇的脸上升起一抹笑意，我很佩服你的勇气，希望你能多扛几招。说罢一道罡气猛然挥出，张平侧身躲过，接着手中长剑如龙般直刺而出。刀皇露出一抹诡笑，雕虫小技，说着他提刀迎面接下，却不料张平的身形猛然变缓，手中长剑直取刀皇咽喉，后者脸上露出一丝惊恐，随即身形猛然暴退数米，接着一道罡气爆射而出，张平躲闪不及被撞出数米，可他的嘴角却勾起一抹笑意，因为刀皇的胸口已然留下了他的剑痕。刀皇的怒气瞬间沸腾，区区一剑蝼蚁也敢伤我？说罢他的身形猛然向前俯冲，两道
双身影再次撞在了一起，但这一次奇迹没有发生，张平的左手被生生斩断，剧烈的疼痛使他跪倒在地。可刀皇的攻势仍未结束，他的身影骤然出现，眼看手中大刀就要落下，却有一声暴喝传来：“住手！”只见一道身影猛然落地，正是从西安归来的杨世安。这一幕顿时吓坏了刀皇，双手开始止不住的颤抖。而杨世安转头看了一眼张平，瞬间就愤怒到了极点。可刀皇却不知哪来的勇气，突然开口嘲讽：“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招惹我的下场。”可话音刚落，杨世安便闪电般横起一脚。杨世安转头望向张平，看好了，这是送给你的礼物。说着他飞速调转内力，双手时而作拳时而化掌，一招一式狠狠落在刀皇的身上，打得他浑身经脉寸断无法动弹。张平露出一丝微笑，泪水不自觉地从眼角滑落：“你真的做到了。”而这时的刀皇已经昏厥过去，但杨世安却仍未停下，他骑在刀皇身上，拳头如雨点般朝他砸去，直到他再也没了气息，杨世安才转身走向张平。这招叫做无影梅花拳，是专门为你而创造的武功。然而这一次张平却再也没能说出那声谢谢，就这样倒在了杨世安的怀中。半晌，杨世安转头望向月影刀：“滚回去告诉南刀盟，我会亲自去找他们算账。”这一夜，月影刀发疯似的逃出了华山，刀皇的头颅被悬挂在了山门，整个华山的气氛显得无比沉重，所有弟子都哭得泣不成声，就连重病的金木也亲自出来送别张平。而杨世安则在山上默默看着一切，他并不打算与他们一样用这种方式来送别张平，他从未想过轻易放过那群混蛋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道士。而另一边，一名老者趁着夜色悄悄前进了华山，他是死亡林的领主无影，无论是轻功还是隐息术，他都是武林中顶尖的存在。而他之所以来到华山，是因为受到了龙天庄的委托前来调查。可还没走出多远，老者就感到浑身无力，随即便两眼一黑昏厥了过去。等他再次睁眼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埋入地下，而剑神此刻就在他的面前。原以为自己免不了一顿严刑拷打，却不曾想他根本没有理会自己，而是径直走进了身后的碧心域。可没过多久，里面就传来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听得老者都不禁毛骨悚然。他当然知道碧心域里关的是谁，南刀盟的地狱十八道，也就是吕阳宗来到华山时所带的精锐，只是没有想到那群混蛋杀人魔竟然会落到这个地步。惨叫声足足持续了一夜，老者的精神已经接近崩溃。这时杨世安终于走了出来，吓得老者赶紧扭过头去，生怕与他对上视线。可杨世安根本就没有理他，转身就离开了此处。在这之后，碧心域内每天都会传来悲鸣，长老们也曾劝过多次，但都是以失败告终。而此时外门弟子的住处内，众人都对最近发生的事情心有余悸，他们实在没有想到剑神竟然强大到了能够秒杀刀皇的程度，甚至就连华山的三代弟子也能够轻松对付地狱十八道，这明明是值得庆幸的事情，但他的心中却不知为何有些恐惧。这时华素素推门走了进来，众人见状连忙询问外面的状况，华素素一脸的无所谓，大长老仍旧待在碧心域内，想必又是在狠狠地教训他们，而且他昨天还拿走了许多药材，说是怕他们死了，要为他们疗伤。众人顿时就被吓得面色铁青，竟然是这么残忍的手段。这时一向沉默不语的小兰突然开口：“我偶然听说了一件事情，大长老在放月影刀离开时是这样说的，我会亲自去找他们算账。”这也就是说，华山剑神在向整个武林下战书，他是九霄剑圣唯一传人，一身剑法更是举世无双，可他仅仅是感受到剑神的气势，便被心魔缠身动弹不得。这一消息顿时震惊了整个北剑连，副盟主更是不惜高价请来白鹤剑仙为他疗伤，生怕此事惊扰了正在闭关的剑圣。而军师当即找到玄武剑质问：“为何你身为公子的护卫，却能让他身受如此重伤？”玄武剑自然不敢怠慢，将事情一丝不漏地说了出来。不料得知此事，军师更为气愤：“区区华山也敢伤我北剑之人？”见事情开始不受控制，玄武剑连忙开口解释：“剑神之所以会出手，是因为南刀盟的意外出现。”而此时的华山碧心域外，本应充斥着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可今日却安静的出奇。门外的老者面露惊恐，他知道地狱十八刀一定是死了，一定是剑神动手了。这时一道身影突然出现，正是华山剑神唐昊。看着他身上沾染的鲜血，老者顿时被吓得三魂跑了七魄，扑通一声把头撞倒在地：“别杀我，我什么都说。”杨世安有些无语：“这家伙什么情况？我听说你要把南刀盟从武林中抹去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们，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。”而另一边，明镜宫的长老青影悄悄离开了华山，他望着湖面陷入了沉思。20年前，他就是在这里含泪告别了师兄，那个走火入魔被逐出华山的弟子。可唯独只有他知道，师兄并没有对张平不管不顾，他每天晚上都会为张平疏通经脉，因此师兄的武功才会难以精进，最终导致走火入魔。可他却只字未提，默默承受了一切。而他之所以只为张平传输真气，却从不向他传授武功心法，是因为他不希望张平走上自己的老路。最终他把张平托付给了青影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而他如今离开华山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有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，那就是天津霹雳堂。原来就在前一天晚上，杨世安找到了青影，并以剑神的身份向他下令去把天津霹雳堂的牌匾给他摘了，凡是学过华山武功的，打破他的丹田，
斩断他的经脉。你要让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背叛华山是怎样的下场。你有10天时间，在这期间你要尽可能地让所有人知道这件事。而此时杨世安带着无影悄悄离开了华山。杨世安也从他的口中得知，南刀盟的盟主是一个叫做夜刀的家伙，是真正的武林第一刀，但他却已经隐退3年，江湖中无人知道他的行踪。可杨世安却认为，若是想要真正铲除南刀盟，就必须暴揍夜刀一顿。这番话听得老者一阵无语，这家伙可真是疯了。这时杨世安突然叫住老者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，把我要除掉南刀盟的消息传出去，包括吕阳宗是怎么死的，把你看到的一切全部传出去。而此时的南刀盟内，手下送来了月影刀的亲笔信，内容正是刀皇攻上华山被剑神斩杀之事。可军师司马军看过信件后却不以为然，因为上面的字迹混乱不堪，这分明就是哪个混蛋伪造的信。传令下去，去把那个写信的家伙给我宰了，传信的商会也不要放过。华山要除掉南刀盟，这可真是太可笑了。很快华山要抹除南刀盟的消息在江湖中传开，北剑连当即下令召集所有人员，更是惊动了正在闭关的剑圣，就连龙天庄的少主都为之震惊。可在一番思索过后，他却认为华山闹不出怎样的风波，无需顾忌他们，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就行。而另一边，青宁已然来到了天津霹雳堂，他没有理会门卫的阻拦，当即拔出了长剑，身上的杀气止不住的外泄。这一幕看得围观人马惊骇不已，这不是华山派的服饰吗？而此时的杨世安也来到了南刀盟外，他缓步走向大门，护卫见状连忙出声喝止，你是什么人？华山派唐昊。护卫们顿时满脸的疑惑，华山那么遥远的地方，来我们南刀盟有何事？杨世安有些不耐烦，他懒得跟这群混蛋解释，他伸手指向墙上的牌匾，从今天开始武林中没有南刀盟。而此时南刀盟的主殿内，月影刀跪在地上浑身颤抖，口中不停重复着，剑神要来了，南刀盟完蛋了，我们必须尽快逃跑。这时司马军赶了过来，月影刀见状连忙询问，你们为什么没走？难道是没有收到我的信吗？这一消息令司马军震惊不已，因为这意味着那封信上的内容是真的。他当即为月影刀灌下醒神汤，等到他意识渐渐清醒时，再次向他确认了事情的真假。可即便得到了肯定的答复，司马军还是不愿接受这个事实，毕竟吕阳宗可是称霸江南的刀皇，区区一个华山是怎么做到的？如果他真的死了，那南刀盟一定不会轻易饶过华山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一声巨响传来，他手下高手如云，称霸江南数十载，却在一夜之间身败名裂，沦为奴隶，只因他招惹了一个恐怖的存在。就在刚刚，南刀盟的大门轰然炸裂，司马军连忙召集手下前去查看，却只看到一股气势如潮水般涌来，身旁的手下瞬间倒下过半，就连自己也被扼住咽喉，动弹不得。只见杨世安缓步朝着他们走去，谁是司马军？见半天无人应答，杨世安当即踹飞一名手下，吓得司马军心头一颤，他知道这并非自己能够招惹的存在，于是便恭敬询问，敢问阁下是何方高人？吕阳宗就是我杀的，想起来了吗？司马军顿时面色一沉，也就是说你们华山要向整个江南武林宣战了？杨世安不禁嗤笑出声，就凭你们也想代表整个江南吗？可他的话音刚落，就有一声暴喝传来，弓箭手准备。只见城门上瞬间架起数十把弓，而身后也涌出大批刀客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人群中的杨世安。角落的青影顿时冒出一丝冷汗，竟然是南刀盟的精锐风雷千钧，看来这次真的悬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杨世安突然轻声说了句什么，接着声音无限扩大，顿时一股强大的音浪席卷而来，所有人都下意识捂住了耳朵，修为低下的甚至已经开始七窍流血。可杨世安的攻势仍未结束，他的身上迸发出强烈的气势，风卷残云般涌向一众刀客，而他的身形也在这时凌空而起，一式风雷掌法穿梭于众人之间，瞬间打得他们支离破碎。可这还没完，杨世安轻轻一跃来至半空，双手顿时凝结浑厚的内力。此时一名弟子虚弱的抬头，这怎么可能，这简直就不是人。而司马军倒在地上不停地颤抖，口中无力地大喊着，来人，快来人，给我杀了他。可任凭他如何叫喊，却再也没有一人上前。杨世安露出一抹邪笑，抬起右手就要朝他挥去，可这时却有三名老者拦住了他，正是南刀盟的几位长老。我们承认吕阳宗罪孽深重，死有余辜，他确实为华山带来了伤亡，但他已经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为何却还要做到这种地步呢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告诉你们，伤亡的人中有一个叫做张平的孩子，他是谁杀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死了，所以你们才会经历这一切。众长老闻言满脸的疑惑，他们不敢相信因为一个弟子就向整个南刀盟开战，他们的反应令杨世安感到似曾相识，百年前也是如此，这些坐拥权力的人根本就不会理解你的话，他们只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而此时的天津霹雳堂外，一群被斩断经脉的人倒在地上，围观的人马议论纷纷，那个华山道士疯了吗？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而这时只见青影拎着堂主走了出来，他把堂主扔在人群中央。罪人陆千成身为华山外门弟子，却私通南刀门危害华山，导致一代弟子张平壮烈牺牲。而周围的群众在得知真相后，也纷纷对着堂主破口大骂。青影面色凝重，你欺师灭祖，罪该万死。说罢便横起一剑斩下了他的头颅。做完这些，青影抬头望向天空，慢走，平儿。而此时的北剑连内，副盟主正满脸的忧愁，若是南刀盟真与华山开战，北剑连袖手旁观，或许会遭到世人的唾弃，毕竟同为剑派。可军师却表示北剑连不必插手，毕竟是华山剑神拒绝的北剑连，并且这也是剑圣大人的意思。这时突然一名手下闯了进来，口中高喊着大事不妙了。军师还以为是南刀盟开始进攻华山了，却没想到事态的发展更为严重，南刀盟瓦解了，华山剑神孤身一人毁灭了南刀盟。军师闻言满脸的惊恐，南刀盟内高手如云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南刀盟的人死光了吗？长老和司马军都死了吗？手下连忙否认，他们一个都没死。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，剑神为什么要杀吕阳宗？为什么要把南刀盟轰成废墟？你们应该知道其中的原因才对。而另一边，杨世安绑着司马军来到一个门派面前，在确认了他们隶属于南刀盟后，杨世安一掌轰碎了大门，并以恐怖的实力制服了他们，随即找来了他们的门主，逼着他们签下了退出南刀盟的协议。随后他们又来到了回刀门，可这时无影却显得十分犹豫，因为这里就是武林第一道夜刀曾经成长的地方。可杨世安却满脸的无所谓，随即再次一掌轰碎了大门。华山的行动很快惊动了整个武林，无论是天津霹雳堂的覆灭，还是南刀盟的瓦解，都令人们感到不可思议。据说剑神还亲自去了南刀盟麾下的每个门派，逼着他们签下退出南刀盟的协议。许多强大的家族在听说此事后，也纷纷停止了与南刀盟的合作。据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名华山弟子的死。为了讨债，华山的长老竟然亲自出手。那名弟子究竟是谁？这时一人接过话茬，虽然不知道他是谁，但他的名字将会永远留在武林。华山一代弟子张平，他仅凭一己之力打得江南霸主支离破碎，更是以绝对的实力碾压，逼着他们麾下数百门派签下契约，发誓永远退出南刀盟。而做出这一切的正是华山剑神杨世安。这一消息很快轰动了整个武林，可唯独华山众人却不知此事。此刻二三代弟子的大师兄找到长老，恳求他让自己去向南刀盟问罪，可苦苦哀求半天，长老就是不愿放他们离开。吕阳宗已经死了，你们为何还要心怀复仇之心？若是你们要走，那就永远也别回来。而这时大师兄大喊道，张平师叔为什么会死？他明明可以逃避，明明可以跪下求饶，可他却没有这么做。就算被砍断手臂，他也从未后退半分，直到最后一刻，他都在用生命守护我。说着他们跪倒在地，口中不停重复着请您下令，直到他们的额头渗出鲜血。长老终于松口答应了他们，但他并未让二人前去，而是派出了华山最强战力梅花剑客。虽说只是前去问罪，但众人心中都很清楚，此番下山九死一生，于是都不禁落下了眼泪。然而就在他们走后不久，却有一队人马浩浩荡荡来到华山脚下，车上装着数不尽的金银珠宝，而他们正是华山的外门弟子。只不过这次来的都是位高权重的人，在听说了南刀盟的事情后，他们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华山，而曾经加入过南刀盟的门派，此刻更是跪倒在掌门面前磕头求饶。众长老看得一头雾水，这究竟是什么情况？掌门疑惑之下怒喝一声，你们这是何意？本派到底做了什么？然而众人依旧满口求饶，听得掌门一头雾水。这时人群中有人大喊一声让开，接着源源不断的财物被运了过来，而为首之人正是宝花庄的庄主，也是华素素的父亲。他恭敬地向掌门行礼，随即满脸兴奋地望向自家女儿，听说我家素素受到了剑神的青睐，正为华山努力工作，身为父亲的我感到非常骄傲，这是我准备的一点心意，因为来得及，所以只带了一点微薄的东西。对了，我在里面放了几颗夜明珠，听说掌门身体不好，我还准备了几根千年山参。看得华素素满脸无语，父亲这是疯了吗？一颗夜明珠都得多少钱了？而这时庄主终于说起了正事，不知剑神何时会回华山呢？毕竟南刀盟已经彻底瓦解。此话一落，众长老顿时惊得目瞪口呆。而此时的某处酒楼内，无影开口打破沉默，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华山？杨世安陷入了沉思，张平的师父为了重振华山，最终却带来了悲剧，自己又有什么不同呢？若是我从未来过华山，若是我没以气势压制吕阳宗，张平或许就不会死，弟子们或许还在和睦的生活着。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想让华山变强的欲望，或许是时候该离开华山了。想到这，他叫住了眼前的无影，我有一事相求，希望你能动用死亡灵的力量找到夜刀，并将他带到我的面前。而另一边，梅花剑客已然来到了江南，可自从他们进入酒馆起，所有人的视线就集中在他们的身上。这时一名凶神恶煞的男人来到身后，大师兄回头望去，右手已然握住了剑柄，时刻准备着与他交手。
却不曾想他直接将一坛酒放在桌上，随即单膝下跪拱手行礼，愿华山弟子张平安息。众人满脸的不敢置信，可这时班云拉了拉师兄的衣袖，师兄你看。梅花剑客们转头望了望周围，顿时眼眶就湿润了，所有人都在为弟子张平默哀，所有人都在为张平祈福。然而这还没有结束，在之后的几天内，无论是寻找客房还是喝酒吃饭，都会受到特别的优待，而这仅仅因为他们是华山弟子。可等他们赶到南刀盟，这才得知了一切的真相，南刀盟瓦解了，这一切都是华山剑神干的。众人的脸上不知是喜是悲，只觉得的找大长老问得清楚。可接下来的消息更是让他们震惊，剑神与夜刀约好了生死决斗，据说就在大别山主峰上。大别山半山腰上，杨世安凝视着远处高耸入云的山峰，突然身后传来叫喊声，是梅花剑客们来了。杨世安的脸上露出笑意，你们可算来了，而弟子们此时已经泪流满面，请您惩罚愚蠢的我们。杨世安并没有责怪他们，在他们出现在这里的一刻，杨世安就知道他们不再是从前的他们了。随即他拍了拍他们的肩膀，少林为何被称为武林泰斗，唐门又为何能够称霸四川，是因为他们从未忘记初心，并且他们都恩怨分明。武林混乱多年，少林却仍旧屹立不倒，是因为他不会忘记自己是少林，因为他们不怕证明这一点。而唐门不过是一个用暗器的门派，但却谁也不敢轻视他们，因为他们的手段足够狠辣，恩情要以十倍报答，仇恨也要百倍奉还。张平明知自己实力不够，却到最后也未曾放弃，因为那颗心就是华山。说罢杨世安望向远处的山峰，现在我该走了，谁也不准跟过来，这是命令。说罢杨世安纵身一跃，不出片刻便来到了白马间，而这里早有一人等候多时，正是拥有武林第一刀之称的夜刀。高手过招，往往没有过多的废话，双方迅速调转内力，接着毁天灭地般撞在了一起，整座山峰顿时传来剧烈的爆炸声，就连远在千里的人们这一刻也感到无比震惊。等到烟尘缓缓散去，这里只剩下了满地的残骸，而就在不久后，却有一个男人带着少年走到崖边，此时空中飘落几片雪花，少年的脸上露出一丝茫然，接着又咧嘴笑了起来，接下来该去哪呢？